Ну и що?来哦，小妞上车了哦，要把你抓去卖了哦。这么干脆啊？这么毫不犹豫答应了、哦？早说嘛，我带回家，卖出去还不如自己用，怎样都划算了、啊。等下卖出去卖不好，我还要赔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蛮能懂的，你那个有那种根深蒂固的那个想法，因为我在怎么说、啊，高中之前都是这个心态。对。可是你知道，生死可能之前走了这么一遭，所以就没有那么的，那可能想说活着至少有多种不一样的体会吧。他妈的，到底是多向往死啊？干！哦，我那个已经到执着的程度了。我感受得出来，你现在好执着。不是哦，那是后面的事情呢、啊，你不能赶进度啊。我真的很想要赶进度，可是我为什么喜欢我的？你这个赶进度很憨厚哦，靠腰。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。那有人在赶这个东西的进度，多少人在医院苦苦挣扎，就是为了多活一天。你这个是动不动就是要赶进度，不好。你叫你这样做。传播这个讯息告诉你，赶快赶进度吧，赶快赶进度吧。这什么奇怪蛋啊？好，这不怪。不要看我当年躺在那里笑得笑嘻嘻，我也不知道我随时随地会不会得重病，但我真的就是很秉持的那种很智障的心，对不对？不是很智障，就很自然天德的概念。但我就是觉得，我不能怪我有这个想法，因为毕竟我觉得我自己的大脑还是处在一个生病的状态嘛。嗯，是啊。所以要把它治好啊。没有，我觉得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你在病一直在癌变吗？对，应该不会啊。没有。可是你知道，很多病变其实是由
心进去压制你妈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所以这也是可能我的祸害一千年多那么久的原因。我一直在祸害别人，我开心的。假如有人能跟你在一起，让你想到的都是快乐的事情，至少我不能讲说全面的时间，可是能压制你到八成，你就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没有啊。虽然说我说八成。我觉得一定是跑不掉的。因为就像你讲的，人有自己的大脑独立思想，就算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，有时候脑袋要去框框想别的黑马我都懒，对吧？所以我说是八成，只要压得住八成，就一定就没事。只要有一个喜笑颜开，他刚刚那笑跟你在那里。一直在那里笑为什么？哦，好多学生要干嘛？进香拜拜吗？要干嘛？拜拜。没有，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能让你依赖，这样子才能。就是你的矛盾点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练团体哥哥不开心。你应该是会怕啦，就是太依赖一个人，到时候又让自己再疯一次。人生一定会啊，因为人总会有一死。我们看到什么破产情节？好屌！好屌！我说那个一定会啊，因为人总有一死啊。对啊。可是你这个时间会很久很久。好，停，麦克风了。我没开没这个话题，我们讲依赖讲一讲又去死，那只刚刚又去死，你买哪号吧？人生没有那么的不快乐，人生没那么多过不去的坎。你就算今天生病了，我都觉得干；就算明天死了，我觉得我还是能笑。就是卡在那个坎之前，你就想死啊！妈的！没有，我觉得你那个已经不是坎，你那个已经是个关。狼是砍杀鬼的，你连关要开门中门，啊，攻城。这里你熟吗？也熟。
糕，我完全没有脑袋了。说到这里。好，接下来就要凭着记忆走。要快点，没关系，就乱走吧。对啊，反正出来散步呗。只要不谈死，一切好说话。只要不谈死，我们一切好说话。卖个戏啊，又不是打游戏，一直送。看来是快到了。以前我就觉得怎么骑一下就很快到，我为什么觉得今天骑了老半天？到哪里？啊？到哪里？新丰街啊。啊，它外面就八斗子那个外面了。没关系，跟大票我还抓就卖。怎样呢？不要上高速公路，好吧？我怕你我上听我不好。虽然说这边回去是很快，你说从高速公路硬飙30分钟就回去了，有点贵哦。很贵。我身上带的钱我都不知道够不够。加刚刚都没告开嘞，你看这样每天快快乐的很好啊。就你这个死脑筋哦，有时候会想一些太微博。走到一个地方再停下来再去找我要的地方。我的预感告诉我，我好像完全走错了。不对，等一下，好像又有希望了。
欸，我当年能找他很屌。我骑摩托车那时候手机没网路的那一种，然后没导航，我是拿着那个一个笔记，告诉我哪一条接哪一条，然后到他家的，超屌。这边再过去就到了。到这时候就年轻真好，妈的，可以半暝啊不睏，就只为了见他一面，然后把他接来我家，就冲了这么一个。你想想，那你来找我好了哦，好啊好啊。然后一开始想，搭火车哦，好像有点久，就跟，然后三四点都说哦，我好像现在可以出门了，我就出门，还有三十块，对。就三四点给他冲出来，好了，功德圆满了啊！请问老板要往山下冲吗？对啊，往山下走吧。这里其实就算八楼，要往下冲了。Go go！ 等一下。